由蔡宗先等人邀集代表三号三宫的集福宫、主福宫和总福宫这三间庙宇所发起的跨年共进活动，在台南社区大厦协助，今年已经迈入第四档，到今年已经有11间宫庙，不止跨区，也跨宗教。希望众神指导台南，会当用传统的精神来取代炮仔烟火，为疫情过后的台湾祈求2023年全体平安。这个活动吼，到今年到第四档吼，啊嘛算讲为当初这个中西区发起吼，啊来到即马有啦跨区啊吼，咱北区啦、后壁区啦拢响应啊。啊，比较较特别就是讲，咱唔仅是跨区，尔咱有若跨宗教。哦，咱今年这个安溪寮圣家堂哦，天主教堂这个法国的神父，伊嘛加入咱这个考证的行列啦。啊，我相信这个活动，这是一个真好的活动。啊，咱也慢慢啊来小办盘哦啊，以后会当真正就变是台南真特色的一个跨年啦。由民间自发性发起的跨年公证，所有参与的在地宫庙在跨年主时，也是暗时11:15，要共同弄下108精神祈福活动，也得到政府小厅。记者会中，民政局副局长也代表市长出席，希望明年迎接台南建成400年的日子，会当邀请400间庙宇来响应。跨年敲钟祈福的活动。啊，刚好适逢我们啊台南400年，那在明年度我们会邀集37个行政区域的各宫庙，好、啊、来一起参与，希望能够啊邀集到400间，好、啊、一起来庆那个建成400年，好、啊、希望这个部分我们所有的宫庙啊能够自发性的来啊给我们参与这个活动。会中各大参与的宫庙嘛提出因共建特色共推，要将跨年欢乐气氛带到庙宇。主办单位表示，如果民众想要知影就近有倒一挂庙宇参与，会当上福霞共建计划的粉丝专页来查询。台南新闻，郭文吉、何乔邦采访报道。